郭石夫，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啊、呃，这个书画频道呢，举办这个。 让我来做这个讲座。其实这个东西，呃，如何画好中国画啊，训练是有一套方法论的，啊，这个我在呃各个学校啊，包括画院的讲座时候，我也都讲这个方法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要从基础学起，啊，文化不简简单,单单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文化更主要的是。 方法所传递的精神，它后面的承载的啊，我们这么几千年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大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我们这种写意文化的精神，啊，其实写意呃画儿来说的话，啊，大家伙儿现在脑子里都有一个比较的概念啊，什么是写意呢？都认为是拿着宣纸啊。 拿着大的笔蘸着墨去画的画儿就叫写意，当然这从表面去理解也并没有错，是吧？其实我讲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写意的文化，这个写意文化不简简单,单单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这画儿啊，是写意啊。说你说工笔，有人说工笔就不是写意，是写实的。 其实我说工笔也是写意的，在中国文化里没有写实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的工笔画儿也是从自然界抽出来的、抽象出来的线条去画。因为大家知道自然界里它是没有线这个概念啊，正因为有了线的这个概念，这个线的东西呢，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造型的问题，它不是一个。 像我们说西方的绘画线，西方也有线啊。我到希腊去也看到了他们一两千年前的线的那种绘画，但是它和我们的线的意义呢不一样。我们这个线里面呢，带有很强的精神性，所以工笔画严格的讲起来，它也是在写意，只是它用了一种很工稳的办法在写意。 所谓的写意，就是表达人的精神啊，外在物象和人的精神的那种契合，而产生的那种视觉的感觉，用一种方法把它表现出来，通过这种物象来传递一种精神。那么水墨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学的水墨画这种写意，直写直接用毛笔书写的这种东西，这是从啊王维时期啊。 唐代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一种理论“水墨为上”，这是一种理论。这是文人参与到绘画当中来以后的一种文化精神和文化形式。这是绘画这一点，大家恐怕在读书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个基本的了解，是吧？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对我们的中国画都有一个概念。这个我在前期讲也讲过，我说你说到农民啊，说一个农民没有什么多少文化。 哎，但是你拿了一张画的一张墨画给他看的话，他也会知道哦，这画的是什么？画的梅花，画的竹子，画什么啊？他就不会提出来一个哎，这竹子怎么会是绿的？怎么变成了黑的了？他不会提这个问题。中国人不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文化在我们的民族里面，它已经是一个生了根的东西。大家伙儿一看到知道哦，这是墨画。 是吧？是墨画的竹子，是墨画的梅花，是什么这样？他也不会像西方人就不一样。西方人就提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个自然界里都是有颜色的啊，树树叶子也好，树也好，一切都是颜色的，怎么你们都画成黑的了？是吧？都是拿墨来画，都是它也不叫墨，它就拿黑颜色来画了，是吧？因为它的文化里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文化的根基的问题。那么写意来看一看的话，我老觉得说这次让我讲，我在想，因为我在好多场合呢，呃，有一些朋友、美术界的理论家啊，我的朋友们，他们也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都了解我的这个艺术历程。我的艺术历程呢，不是像现代的一些画家啊，这个高中毕业考美院。 啊，美院完了，研究生或者什么的毕业了，就到画院来工作，或者就到学校去教书，啊，直接就是绘画。我是从小学戏，从学戏又学绘画，这样一个路子走出来的。所以我这个前半生，啊，我在这儿我介绍一下这个。 意思呢，也是让大家伙儿为对于我后面讲的东西，你们会更理解。所以我的前半生啊，我从十十三岁到剧团工作，一直到我这个前半生几乎都是在剧院里头、剧团里头工作。原来是当演员，啊，后来去搞舞台美术设计。为什么搞了舞台美术设计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参加那个剧团啊，北京叫彩头班儿，可能。 这个老老的同志对会会理解什么叫彩头班儿啊？就是连台本戏啊，这个连台本戏这是从上海传过来的，啊，从民国以后上海传到北京来，啊，因为原来的中国的这个戏剧里头没有这种所谓彩头班儿，也就是连台本戏加布景儿啊这样的一东西，你比如说演三国戏，演西游记。 啊，演这个《天河配》什么的，他一一演就是今天演一演演几集，明天演几集，一这一,一,一,一个月都是这个戏。他而且有布景，啊，而且是彩头布景，还有一些技术性问题的一些东西。在这样一个剧团里头，啊，就北京新兴京剧团就在大栅栏。后来这个剧院呢就调到新疆去了，啊，是于当时嘛，这个周总理、毛主席决定呢，去这个这个支援边疆。 所以就把这个团由包尔汉到北京来挑，就把这个团挑到到新疆，我们就到了乌木乌鲁木齐，啊，李万春那个剧团呢后来到了东北，从东北又到了内蒙，是吧？吴素秋呢是到了南方，是一个什么城市我忘了。还有李明胜那个团就到了宁夏，这北京四个团支援边疆，到了边疆以后呢，这个呢，我呢因为喜欢画画。 从小就画画儿，啊，这个我画画呢，是从画脸谱，画整个戏出，画整个的人带盔头啊，什么然后都有这样的画儿，而且在荣宝斋呢有寄售，是吧？那个时候，我想恐怕我跟北京的画家说，我要说卖画，我恐怕是最早最早在卖画当代的一个画家，是吧？那会儿我也是十几岁，啊，画的技法从哪儿来呀？啊,啊，就从中国画的工笔画里头。 自个儿来吸收，是吧？也没有老师，我再自个儿钻研，自个儿去想办法去画。哎，我现在还有我那个时候画的画，画的在荣宝斋寄售的那个整个戏人的画儿啊，工笔的。一方面学戏，一方面练画儿，啊。到了新疆呢、哎，因为我在剧团里工作，又看他们画布景啊。布景其实大家伙儿都知道，那是用西洋方法在画，是吧？ 我也挺喜欢，我也去学，是吧？一边唱戏一边跟他们布景、美术组啊去学，哎，他们带着我也有时候也出去写一些生啊什么。哎，我那会儿又学水彩画，后来又到新疆文化厅组织了一个游训班、油画训练班，当时呢由烈阳来教，哎，我又到那儿去学油画，啊，反正是年轻，我觉得呀，年轻一个年轻人呐，那个心呐，是吧？ 对于学习的那种渴望啊，啊，对于自个儿喜欢的东西想学呀、啊，恐怕是拦不住的，是吧？就这样，我就去学油画，后来又跟着一个老先生呢，他是也在我们剧团里，他是北京艺专王铁涛的同班同学，但是他是肖志全的学生，他是山水画的非常好，老先生，啊，他呢因为呢喜欢唱戏，他后来家里是资本家，是古。 古玩是开古玩店的啊，所以呢，他就带着那就在李万春那儿学戏，在李万春那儿唱戏，给李万春那个戏剧界大家老同志都叫挎刀当二排老生，是吧？后来呢，因为儿子在我们那儿，所以他就从李万春上东北嘛，他说那的我就跟着儿子上新疆嘛，就上新疆，叫高柏林先生。高柏林先生呢到了新疆呢，他是教小教过我们那儿的学员班就唱戏，但是呢平没事儿呢，老先生还是画他的山水画。 后来我就跟他那是就是一种忘年交啊，所以呢，就跟他那就也是啊，看他画山水啊，哎画这个花鸟啊，哎我就跟他也学，啊，我们两个人，他又带着我出去写生，又跟我讲这个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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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这画画界里的这些事情，是吧？哎，就其实我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六零年我。 退职回来到北京也是想考美术学院，因为我给自个儿做了一个规划，我想我这一辈子是唱戏下去，还是就去追求美术学画画的，啊，所以想考美术学院。但是，因为我是退职回来的人，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就是人家不要，人家只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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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像我这种社会社会青年了，人家不不不去，也就没失之交臂。 后来六四年，成呃吴祖秋也回来了，就成立了新燕京济团，就文化局又把我分配到这个团来工作。到这个团我就改了行了，我就搞舞台美术设计了。因为那个时候正是现代戏的时候，啊，这个《沙家浜》啊，它《南海长城》啊，什么我就到那儿去搞舞台美术设计，搞设计，搞布景、画布景等等，就这样。这就是我的啊生活。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又下放到工厂，因为那个时候有文艺十六条，告诉这种自负盈亏的剧团不能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些剧团要解散，要解散怎么办呢？这些人要安排，就我就得被，后来就是主动的安排到人民机场。厂，到了工厂也是，后来我想不让人知道我画画，但是还不行，后来还是知道了，我又被调出来。 去搞宣传，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搞宣传可不是像现在、啊，没有什么职业画家。那会儿也说，你搞宣传就是需要什么你画什么，是吧？需要什么样的形式你就得画什么样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也画国画的人物啊，是吧？也画这些木刻呀、啊，呃，也画油画啊，这等等等等，什么都得干，也去写大标语啊，写字啊，啊。 抄大字报啊，那会儿知道你能写书，你能够拿毛笔的人嘛，那所有的大字报就都由你来写啊。哎，就这样，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杂、很杂、很杂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其实也培养了我自己。但是那个时候画中国画是不行的，没有出路，也没有人要，怎么办呢？自己又喜欢，只好关起门来，拉上窗帘自，自个儿偷偷的去画。 画一些花鸟啊、山水啊，是吧？画这个写意，英国喜欢写意啊，就画写意啊，这样自个儿关起门来画，啊，怕人家知道，知道以后挨挨批的。那个时候的社会条件就是那样。但是好不好？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好，使得我十八般武艺啊，什么都行，是不是？到现在了。 我画的素描，我画的油画的东西，还还在家里，还有好多好多，是吧？所以我觉得，哎，这样很好，真的让我去定了方向，我就画大写意了。我将来是个要奔大写意发展，成为一个大写意的画家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儿，啊，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后来我在北京呢，成立了一个百花画会。 这个画会呢，集中了现代当代的很多很多的画家，都是我们百花画,画会的成员。这个画会办了几年，后来崔子范先生从北京画院退休以后，又成要把我们召集起来，说你们这个挺好，你们这些年轻人，我想搞一个花鸟画研究会，就让我们去联系很多老画家。 啊，包括苦禅先生，请苦禅先生当会长，当名誉会长；崔子范先生当会长，卢光照、许林、卢刘伯舒、王乃壮等等，好多先生都是副会长。田世光、于志珍都是副会长。哎，我是一个秘书长，去跑腿儿的，因为年轻嘛。啊，王培东，啊，这个这个张立臣。 等等，我们这些人都是一块儿就去做这件事儿，帮着崔子范先生做这件事儿。这个花鸟画研究会也是中国解放以后第一个中国画的研究会，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山水画研究会、工笔画研究会等等等,等，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啊。这是我说我这个历程啊，啊，就是我接触的这些画家，我们当时啊，有的画家都是。 那个郭宗啊，张立晨那会儿，他们都在美术学院已经当了教授了，但是还是这个画会的会员，大家要参加这个活动等等的。后来我八五年啊，就调到北京画院来工作，真的去当了这个花鸟画写意花鸟画的画家，啊，这就是我改革开放以后给自个儿规划出来这样一个，我要在大写意花鸟画里面，哎，去发展我自己，所以呢，这么一个过程。 是吧？我跟大家伙儿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想让大家伙儿从我身上你去看到，作为一个花鸟画画家啊，并不像有些我们现在的人想的那样，是吧？这个现在你看画家都生活好了，条件也好了，这画家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什么名誉什么，好像都有啊。 也也也有钱，也这样。其实我跟大家讲，真的，一个学画画的人是很苦的。像我那个这个年龄，我老跟同学们讲，我说要想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当画家，将来要怎么样，将来成名成家，我说除那个人恐怕就是疯子，不可能。那个时候的好多老先生，生活非常困难，面临着没有饭吃。 包括齐白石先生、陈本宁先生等等好多，啊，周总理成立北京画院就是为了解决这些老先生的生存问题。苦禅先生的生活都非常的辛苦。苦禅先生有一次跟我聊，他说：“你知道我卖的画儿有一次最什么价钱吗？”一次拿出了一个画儿来卖，就是也是一个公益事业吧，一块钱。一张四尺整纸的画，大家想想。 一张纸还三毛七呢，是吧？所以画家是非常辛苦的，是吧？为什么还要学呢？就是爱这个，爱于思。所以才能够没有老师也自己钻研，也要学进去。所以我考察了一下中国的历史啊，好多大画家，吴昌硕先生、齐白石先生。 没有什么老师，更远一点的，我们考虑八大山人是谁的学生？历史上有记载，八大山人曾经是谁的学生，跟谁学？好像也没读到这样的文章，也看也找不着这样的资料，是不是啊？都是隔代而学。说八大学董其昌，他的书法也好，他的会山水都学董其昌。那董其昌跟八大也差着好多年代呢，他怎么学呀、啊？他也没见过他，所以。 中国画的学习，不是美术学院以后啊，啊这种学院式的教育才有的中国画，才有的中国画家。中国文化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它怎么传承的？有的就是师傅带徒弟，有的就是隔代而传、自修自学的东西。 中国，这刚才我讲，为什么我现在开场白给大家讲这些东西？啊，因为你们都是绘画的，喜欢美术，喜欢中国画，来到这儿来学，是吧？大家要想学，老师的目的只是一个启发者，一个传道、授技，是吧？这样一个过程。 传道是第一位的，啊，授记是第二位的，因为记这个东西，老师啊所谓的授记也还是就是告诉你应该去怎么学，学哪些东西，但是手是在老师身上，是吧？这个东西需要你自己上手才能够学到，不上手，老师说了半天也是白搭。李苦禅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我们学。 画的人画什么是画家呀？画家是半个手艺人，啊，半个手艺人，就是你手上要能够表现要能有啊各种技法要完备，但是这个谈何容易呢？是不是？郭老师今天一教你，你明天就会了？没有这么简单，甚至我跟大家讲，这是教不会的。要能教会了，我老讲，我先把我儿子教会了，对吧？ 你看看，有几个画家把儿子教会了呢？把儿子教的跟他一样呢？没有。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个艺术的东西啊，不那么简单，它不是教出来的，它是悟出来的，是老师启发你，你自个儿去学习、努力、修为，这样逐渐的。所以中国画家讲日课，每天都要做的功课。 老师说了半天，你没做，还是白搭。你还要有一定的悟性、天分，啊，才能学到这种东西，才能悟到。啊，也不是所有人老师说了都能悟到，啊，所以艺术是一个残酷的东西，很残酷，它的淘汰率很高，啊，我们大家喜欢可学是可以的。 但是谁能学出来？那可不一定。所以，所以学这个写意花鸟画来说的话呢，我想的话呢，啊，不能像啊，我这来授课啊，我教你大家伙儿技大家伙儿这本子那啊，就就就就画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啊，尤其这个写意花鸟画，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个纯技术问题，啊，绝不是今天我郭老师一讲，明天你就会了，啊，那不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它背后的文化，啊，所以我老说，自然界里头你们去看，各种花卉也好，我们画的牡丹花儿，画的竹子，画的梅花，画的什么没有变化，啊，古代什么样儿啊？它到现在还是什么样儿？上古什么样儿？没有人类时候它就那样儿，到今天了，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到这样了，那竹子还是那个竹子。 没有变化，那牡丹花还是那牡丹花，也没有什么变化。啊，我们以眼睛里、视觉里的看到的自然界这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那画家笔下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画如其人”，这画儿啊，就要像你这个人，见其画如见其人。这里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你的个性，你的修为，你的精神状态，是吧？你的品德啊，等等等等等等，的结果在你纸面上留下的痕迹，在包括了这种文化所传递的，啊，道德精神、人的精神的华贵的一面，是通过这种书写的形式去表现的。 所以，中国画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画画，它不像西洋画。西洋画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是吧？我们知道西洋画啊，有写实主义，后来有印象主义，后印后印象主义，是不是？啊？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流派，野兽派是吧？超现实主义，是不是、啊？ 立体派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它的基础呢是写实主义的，是吧？写实主义是油画。我们现在到欧洲去看那些写实主义的油画，写实主义的油画是什么呀？它是理性的、客观的一种表述，它是有一个内容啊，要为这个内容服务啊，理性的分析，它要讲。 空间讲立体感，讲空间感，讲色彩的真实性，这种文化也很伟大。我不是说这种文化不好，这种文化有它的意义，它的因为它的文化的发展就是这么来的，它是从宗教里面逐渐的变为宫廷艺术，啊，然后变为世俗艺术，走向社会，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呢？ 不是这样。我们从我们老祖宗开始有文字，大家都知道书画同源，是吧？为什么书画同源呢？开始有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就是有形象。后来我们又发明了毛笔，啊，又发明了墨，啊，我们先有了书法，后来我们就发现了书法这个东西啊，不简简单单,单是符号。 是吧？不是单是一个字就是一个符号，不是，这个符号里头有着很多的书写者的精神性，各种书体啊，完备了。秦以前的六国的文字，到秦的小篆，是吧？规范的，什么是小篆？小篆就是规范字，啊，秦始皇把这个六国的文字不统一的文字把它规范了，啊，但是。 秦的这种小篆是没有是不需要个性的，是不是？啊？它需要工整啊，就工稳。这个小篆都是一种体，然后从小篆到隶书，是吧？从隶书啊，又到楷书。隶是什么意思？大家伙去看一看，隶不是规范的，是下层的，是吧？上层的是小篆。 就好像我们现在，啊，你那个报纸也好，什么也好，我们印那个书体啊，都是都是规规整整的黑体字啊，什么这宋字的、啊、这个规范它是一个严肃的东西，是不是？啊？隶就不是了，是吧？包括了我们的，啊，后来出土的你们去就看到的那些。 啊，这个秦砖汉瓦上有些文字啊，那都是什么？那都是工匠啊刻上去的，要保留这个记号，要知道谁做的，做做坏了你要,要杀头的，是不是？好找到这个人呢？哎，那些书法，那些民间的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都跟隶字很相接近的。书法的发展，使得毛笔的解放，毛笔的书写，啊，一直到了晋唐。 我们知道，都把王羲之当做书圣，为什么？就是从晋唐开始，是吧？我们把这种书写的精神性，啊，这种行书带出来的精神性，带出了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啊，在毛笔的使转过程当中，啊，得到了一种体现。 公孙大娘舞剑，能够启发了书法家的草书的精神性。正因为这种书写性，表达了人的啊精神、情绪、情感，啊的这样一种内在的东西，所以书法在中国变成了艺术，是吧？我们没有看到西方的书法。 是艺术，从来西方那里也没有这么，人家也不这么谈，认为他的书法是艺术，没有，只有中国书法变成了艺术，变成了艺术的道理在哪儿呢？就是这支毛笔，它通灵，我们用简单讲是通灵，通的什么？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精神的存在。 所以说书画同源，没有这个毛笔的书法的这种创造，也就没有后来我们所说的这种水墨画和写意画。所以我说啊，我们得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种神奇的毛笔。所谓的书画同源，其实同的是这个源。所以有的记者来访问我，就跟我谈说：“郭老师，你认为不会写字，能不能画好中国画？” 我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你写不好中国字，你也画不好中国画。啊！后来他不说：“不过，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包括了一些教授们、一些画家、一些很有名的画家，都认为画家就画家，要写字干什么呀？人家没写字的，不是也画了很多好画吗？啊，是。就因为我们现在啊，从十九世纪到啊以后。” 中国的文化发生了一种变化，啊，西方文化进来了，素描进来了，是不是？啊？我们的教学的方法变了，对吧？我们的绘画的功能性变了，啊，绘画的有些东西变成了宣传，它是一种宣传的需要。说中国有古代有没有宣传？也有，也有啊。中国古代你去看啊，唐。 啊，一直到清代还有，还有好多什么这个皇帝出巡图啊，这个什么国国夫人出呃出巡图啊，或者什么什么等等的等等这种图，最大家知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是不是啊？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啊，那个不是都是中国的绘画吗？对呀、啊，是啊，但是那种东西。 是什么呢？在美术史里，并没有人把那个《清明上河图》当做一种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有文化性的一个、啊、好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是我们民族那个时期创作，因为它记录了一段历史而已，是吧？我包括我们过去讲《凌凌烟阁描图》，是不是？啊？那个东西它是为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摄像，没有记录。 只有文字记录，没有影像记录，只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手法去描。所以我就说回头来了，画家的身份在古代是很低微的。这是说我们的绘画在那个历史时段，它有这样一种功能性。啊，真正我们后来认为的中国画，是从王维的啊提出“水墨为上”的。 个性有了个性的绘画以后，而有了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品格，有了我们独立的人格的精神的意义。啊，这个时候绘画才独立出来，啊，它跟那种服务性的绘画不一样。一直到我们近现代，是吧？包括了我们那些大师。 是吧？我们历朝历朝历代的，你比方宋代的绘画、元代的绘画、明代的，啊，清代的，一直到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认识的中国绘画的系统啊，是在这个系统里面。但是近一百年来，西方的文化进来以后呢，中国的文化呢，尤其革命的需要，是吧？我们呢，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又强调它的宣传的意义。 是吧？所以呢，就把西方的这些文化，这个、这个、这个素描啊，等而引进来，为我们的现在，我们还看到很多。你比方抗洪了，是吧？比如说我们去了现在哪儿地震了，我们要画这个主题，要画这个表现，画这个什么的，这个这个抗日战争的题材等等等，把绘画呢变成了一个我们社会生活里面反映生活的一个部分。那么这种绘画，当然它跟书法可以有关系，可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 现在严格的讲起来，中国文化、中国绘画的独立性、独立人格性的时候，它就跟书法有关系，因为它这种绘画的精神来源，它就是从书法里面衍生过来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有些技法的表语言表述，啊，都是跟书法相一致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用笔的苍茫古厚。 啊，折钗股是吧？这些用笔的方法，积积点成线，等等，这都是从书法里面，其实是书法的理论，啊，我们从那里边过来的，是吧？我们的线要圆，要厚，要出笔入笔等等，这些它都是跟书法过来的。所以花鸟画，尤其是我们写一花鸟画，不写书法，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绘画的系统。 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绘画的系统的精神性。齐白石先生讲说：“太似媚俗，不似为欺是画要在似与不似之间，似与不似，这个怎么去理解？似到什么程度？不似到什么程度？没有量化。其实呢，说穿了呢。”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笔墨的情绪里，在我们绘画的书写过程当中，去体现了我们的内心的情感，内心的那种把握，那种创造出来的那个具有个性的那种笔的语言来。也就是说，你画的竹子不是郑板桥的，是不是啊？也不是李方英的，应该成了你的竹子，代表了你的情绪。 啊，是书写性才有能够做到的这种，不是刻画性。中国画不是刻画，啊，不是要一个描摹一个东西把它刻画下来，是要书写性，是要性灵。我们懂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概念有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花鸟画、写意花鸟画它的形式是什么样，它应该遵从的一个方法论是什么样。 应该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但是话分两头说，没有绘画的手段，没有刻画的手段，行不行呢？又不行。啊，我说话总是啊，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化，它带有很高的这种哲学性。有些东西它就是你去看啊，苏东坡又讲呢：“始知真放在精微。” 啊，又需要你对于物象的精微，这个精微可不简简单单,单的，是指的它的生长、它的物理、物情、物态，光不是它指的，是物理，这里包括了物情、物态，是不是？这个精微，而且还要做到，啊、眼到、心到、手到，你才能画好。 那也就说是，那还有一个基础性的训练问题，还有一个基础性对形的认识的问题，啊，所以写意画不容易啊，写意画很难达到一个高度，是一个人用一生的功力啊态度啊去对待它，真诚的去修为，最后才能够修出来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现在都七十岁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画画也很苦闷，哎，觉得自己想创造的东西还没有达到自己的那个理想境界，是吧？还不满意，还在变，哎，这其实就对了。为什么呢？一无止境。苦禅先生八十几岁办生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是是，我觉得我现在啊画的还不行，要再给我二十年时间，我肯定比现在画的还好。” 可是生命的没几年就过去了，所以，艺术学艺术是没有止境的。真的，一个好的画家他不会骄傲，他骄傲不起来。他面对着古人，面对着那么多深厚的传统，你想骄傲，哎，我现在就是大师，不要吹着牛，那个很难很难，就好像。 我们现在像我这个年龄学武昌说学齐白石学潘天寿学这个学那个学徐渭学这个，现在检查起来自个儿比差多了。起码你的诗词你能够写成古人那样吗？对吧？你的书法能够跟古人去比肩吗？是不是？他有有时候说实在的，是做不到的。啊，有时候也不是你努力就行了的事情。 所以，这个中国绘画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啊，一个很严肃的，用我们一生的去努力，能够追求到一点东西，啊，是吧？那么我们当然了，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我只不不是把大家要吓跑，是吧？是要大让大家呢对这种艺术啊有一个真知灼见，提高你的眼界，认识它的。 渠道，啊，你怎么知道好画？不要人云亦云，啊，不要人家说这是大师，你也觉得哦这是大师，那是听来的，没有用，不是自己判断出来的。我跟大家说，我也没有老师，啊，我刚才说了，我也不是美术学院毕业的，也不是，我认的很多老画家，那些也都是师友关系，或者说是就是一个年轻人曾经向老先生请教请教，是吧？ 并没有去磕头拜师，天天跟着老师三年学徒，在家里头的没没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什么呢？那个社会条件也不是也不允许，也没有那样的条件了，是吧？而且那样也没有说多大的必要。我就觉得我到溥仪斋先生家去串门，啊，给他看我的画，他跟我讲了几句话，我一辈子都受用。啊，一个就是讲啊，这个学画啊。 学花鸟画这东西真的要从宋元名人入手啊，不能上来就画齐白石什么这些东西啊，要从基础的东西入手啊，要从如何用笔去入手。他给我表表演这个画竹子，在如何立干笔，如何进，如何出啊，这个东西入手。哦，原来是如此，那怎么办呢？回去练。 是吧？就教给你这个方法，啊，怎么去立干，怎么去出枝，怎么去，哎，这个是最基本。看看谁的东西，是吧？看看夏仲昭，啊啊，看看这个赵孟俯，是吧？看看文征明，啊，看看李希斋，是吧？看看这些最公稳的这些竹子的画法。 所以使我在学习的过程，哦，原来是这样，不用很多。另外，老先生又跟你讲说，学中国画啊，中国画是个吃老的艺术。什么叫吃老的艺术呢？就是你要用一辈子的功，所以不能着急。六十岁了能画好中国画，就算你是聪明人。你看。 从十几岁到六十岁，这是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啊。事实是不是像老先生说的？是不是老先生那时候叫忽悠人呢？其实真不是。我现在的体会很深刻，所以我每天也还在读书，还在看古代的画家的画还在他们里面去寻找。 还在他们里面看他们在这个画里面是怎么寄托的精神，怎么发挥的笔墨，他们在画画的时候状态想什么呢？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这个中国很多古代的作品可以仿真，做的非常好，跟真的一样，一面一边大小，包括了书法字笔装裱什么都是很好。 啊，我们花钱都能买到，啊，我的朋友呢也送给我这个徐渭的一个杂花卷，这张杂花卷非常有名。我去看，跟我在看书的杂花卷就不一样了，它是原打原一样，你就会看到徐渭的精神，他在画画的过程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苦闷。 是愤怒，啊，还是欢乐，在那里笔下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才是艺术，艺术就是精神的载体。要看，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话如其人，这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道德，啊，一个人把自个儿的精神发挥在画面里体现出来的。 境界、修为，外国没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所以我说，我看每当我看到中国画，看到那些好的中国画的时候，我都肃然起敬。起敬的是什么？我对那个人的起敬。这个就像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不是？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你看。 他把竹子也是跟人格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人画竹子不是在画，你不要认为他在画竹子，啊，给竹子画像片不是那回事他后面的寄托，啊，正因为他有着这样的寄托，他笔下的竹子就是千姿百态，绝对没有一个两家的竹子是一样，雷同，没有，除非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古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 那样去描摹，那样去学习，那样去掌握它的方法，那是学习为了学习的过程。今天到此啊。